奇生活有趣味，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看戏节目，我是主持人燕萍。真欢喜每日当地的这时间准时跟咱的戏迷朋友斗阵来分享精彩的好戏。正伫个热播的破零九五哦，剧情发展是愈来愈剧烈咯。伫咱的微信公众平台顶头啊，也有真侪戏迷朋友热情的参与入来讨论。小母咧讲哦，做着歹产望后东，娶着歹某一世人，会用看出经济的好某是有偌重要。故事当中，这个皇帝哦，受到张飞的迷惑，乱了家己的主张。如果真正立这个张飞为皇后，这效果是不可想象的。昨昏的故事，咱看到红殿顶头啊，新门老飞的剧情实在是太剧烈了。张飞摧剑自来，逼甲老飞是有口难辩。就连家己的大哥也受到牵连，老飞是要如何来为家己伸冤的？这时阵的皇上啊，受到感动的这煽动，竟然讲要将老飞啊来为太后陪葬。而且这时阵的老飞有一个还未成人的后生，这个单纯的囡仔可以帮助到家己的母亲吗？精彩好戏，咱赶紧来看落去。为母好去陪葬啊，一世改嫁啊。娘娘，娘娘，请用餐。
也未落去。娘娘，
爱的不啊，呼一无凭。母后啊，谢老是你的修炼，谢母你对家公温绵，丢掉一爹机会高，贴地天会下来天。小殿下，这可是你父王的旨意。什么旨意不旨意，这嘛是你的规矩。来，得，得有。小文啊，皇帝啊。
温和。算了，要是老师跟你讲吧，我也是要去祭灵的。什么呀？
你也要去纪念，那老臣与你定案如何？什么？你也要去？嗯。哦，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急事呢？这。好啦好啦，唔讲也罢。罗相公，你要家己小心，求我好前带路。Thank you.
天子为殿下，我先依靠公主一日同将来啊。龙马是恁，你来也唔跟我讲一声，害我找恁找得好苦啊！多谢皇帝关心。因话卖讲，这位殿下，快叫你母后要紧啊！我不可以，你已经死了。你年少无敌，母亲这是为出书的功找一位殿下。我相公，此话怎说？一位殿下。这皇家陪葬，那是将你母后活活关进梦室，断其水脉，让伊家己活活夭死。那你讲，我是该安怎办啊？我来问您，令人可有胆量？那你就说我万死不辞。这座山，我敢想。危害我高传后啊，我愿听你这条心不由落火一念马念因小弟兄有胆量必求老火一位殿下，你不何必见梦色？如今还未归田，令令人扶你过来。咱就分头行动。是。为何敢偷拍太婆的梦？大大，难道你唔捌笑吗？好、哦，原来是你为太祖殿下。依我滚！是，滚！
魂，仍有旦夕祸福，无好归天，祸事尽办，安好一地，兄弟阿娘，你也尽可放心嘛。这天伦之乐，无价之情，总是难以忘怀啊！这无价之情么？老回一事，你就不必再提起一点。不是提，熊家是在你笑的。这，爱回啊，我是你思念不好之意啊。铁叔，爱回。二叔，你要丢官于上殿。铁头万岁，丢官于九殿。算清。娘子。凡子万岁有旨，张光仪进京。有旨。为了怕令叔立定斩官的。请张宽仪参见我主万岁。赵卿，你究竟何事？哎呀，万岁呀！这小五郎逃破灵界，帮猎将找你的阿姐。啊哈，各有出处。遭老师一击啦啦！哎呀，老师别个走，这是换了的啊！这个主又传了大祸了。大帅，虽然你为定啊，你给轻轻也加风气心香，万岁，伊是不带主也做会出来呀？啊哈，真是不发不天。你真是口粗的，用电出了房价低，快做定抓我眼的，小小的年纪哪来胆量，最终必定有条件。哎呀，太祖法令无怪的，真叫公我会猜。将高寿何年时来之数，更加如此大包天。我来说说我关于，说说各自对究竟，讲这些话向太祖，心底不过来的半心。呀，不能，不想多少。爱卿所奏有理，赵卿家听之。微臣在意。王口子一刀，
令你肃清二太子，明日进和殿审理。微臣了旨。亲爱的观众朋友，时间过得真紧，今仔日的精彩好戏就先为大家播送到这。明仔这部精彩的破灵救母，阁有啥物剧情伫咧等待大家咧？会记得继续来锁定咱的看戏节目，影片会甲你将这个剧情啊分享落去。如果你想要知影阮节目阁啊精彩的内容，或者是来个影片讨论你看戏的感受，会记得赶紧来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来个影片讲你的看法，好，精彩好戏，道理拢有，咱明仔载同款的时间再会。